近日，王嘉尔因劳累过度、体力不支晕倒送医院，粉丝对王嘉尔非常担心，并希望尽快康复。四月八号晚，王嘉尔发文向网友报平安，说：“是我的错，让你们担心了，现在状况好很多了，感觉把这三年的觉都睡回来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”而看到 idol 的回复，粉丝们也松了口气的表示：“真的很担心你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等你回来。”王嘉尔就曾经宣布，因为身体状况和行程关系，未来将不会出席某活动，只消耗团体的活动和个人节目行程。去年年底就曾在颁奖典礼上忍着腰痛完成了激烈的舞蹈表演。猛了新闻，好了，也是希望各位 idol 们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报道。